金子，你怎么用冷水洗头啊？哎，福哥，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我在问你为什么用冷水洗头，这冷水洗容易生病的，而且你还用洗洁精洗，怎么回事啊？没事的，福哥，我从小都这么洗的，而且这两天天气这么热，不会生病的，我都习惯了。习惯不等于对身体好呀，那个冷水很容易引起头痛头晕的。算了，明天我去镇上给你买个热水器上来装上，免得你长期这么洗容易生病。没事的，福哥，我从小都这么洗的。这个你得听我的。哎，对了，你穿这衣服是要出门吗？嗯，我今天要去外婆家里面。怎么了？外婆有事啊？我一直跟外婆有个约定，今天跟外婆去约会。什么约定啊？约会带上我呗，上次外婆对我这么好，正好我带点东西过去给外婆。我们女孩子的约会你去干嘛？哎，你不能这么说啊，总得有个人帮你们女人打杂吧。走吧走吧，我去车上拿点东西给外婆送过去。金子，等等我呀。哎呀，终于到了。哎，你这是干嘛？富哥，你先在外面等一下，现在还不能进。啥情况？这是来了还不让进呀？这是我们女人的秘密，你就委屈一下，在外面等一下嘛。啊，行吧行吧。嗨，这下真成门外汉了。富哥，好了。哎，富哥。哎，你这是怎么了？我是很惊讶，外婆今天很漂亮。就只有外婆漂亮吗？不不不，你们俩都漂亮，外婆。您今天好好看啊。好看吗？好看，对。两岁闺女都这样。外婆，你们这是要去参加什么仪式吗？不是的，不是的，福哥。我跟外婆前两年有个约定，每年端午节过后，我们都要在这个老房子里面拍张照片。正好也是盛夏的时候，山里风景也是最好看的时候，拍照也很好看的。这个主意不错啊。来，外婆，今年小富帮你们拍好不好？嗯，谢谢你。没事，外婆，外婆，我给您带了点礼物过来，然后我先放进去好不好？你不用花那么多钱。外婆，小东西，牛奶那些都是日用品，上次您做那么多好吃的给我，比我这个贵多了，知道吗？来，外婆，进去，看镜头。看镜头。你咋？外婆。金子，要我帮忙吗？不用不用，你就在外面等着就好了。那我先帮你把照片调好。哎，好。哎，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外婆呢？外婆她有点累了，让她休息一下。也是，拍了那么久，外婆估计也累了。金子，你怎么想着给外婆拍照片呢？外婆老了呀。老是觉得自己老了以后，帮不了我什么忙。我给他说了很多次没关系的，但是他还是很执着。所以你就反向去让他觉得你很需要他吗？也不完全是吧。老人本来就是见一次少一次，多陪陪他，多留下一些记忆。有一些失去我们是阻止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在之前做到我们能做的一切。起码以后不会觉得亏欠和自责，总比以后百年之后只能发发朋友圈好吧？你说呢，福哥？你说的还是很有道理，外婆说你孝顺是没错的。哎，外婆，您休息好了呀？休息好了，谢谢。你们也走啊？对，外婆，我养日还得上山来，然后我过几天再来看你们了。什么东西啊，外婆？这个这啊，这金子都不得，你不要老
得给你。对啊，外婆你好偏心啊。偏心了，偏心了。那个。拿着吧，这是我外婆给你的祝福。嗯，那好吧。对，那外婆，我把这儿的面子给你收拾了，然后再走嘛。该收嘛。那要不要我帮忙？不用不用，虎哥。那好吧，嗯。春风摇过雨露秋是外婆桥桥啊桥炊烟袅袅又虫儿叫闹闹石桥踩着水花溅湿了发梢唱啊唱啊啊交汇的童谣喂妈没有，就是有点想你了。你走吧。金子，前几天来找你，你怎么没在家呀？你去哪里了呀？金子，哎，金子，你怎么了？金子，你干嘛把门关上呀？你把门打开呀？你出来呀？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我们一起解决呀？你先出来。因为这件事，你不让他去上去，他不去上，我爸还打老婆。啊？他爸爸打了他吗？怎么可以打人呀？金子，你出来，我跟你一起去找你爸爸。你不要来找我了。你先把门打开，我来找了你几次，一直没找到你，我见不到你，我是不会走的，金子。你把门打开，就算不让我来找你，你当着面告诉我呀，哪怕是最后一面，也得道个别吧，金子。金子，你怎么哭了？哥，感谢你出现过，也帮助过我很多，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来找我。金子，你先别哭嘛。金子，金子。结交很多朋友，也不会对别人说。如果不是少数民族身份，也不会有太多的传统思想和民族习惯来束缚我。那你可以不用去在意别人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跟谁交朋友就跟谁交朋友。如果你想去外面闯一闯、看一看的话，我也可以带你去啊。我不可以。可以不管我在别人心里什么样，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我有爸爸，有妈妈，有外婆，还有哥哥姐姐，我不能让他们认为我对别人说闲言碎语，那样我妈妈也会很伤心的。我的一生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家人，为了家庭里面。这几天别人都说我不守本分，没有一个女孩子样。每次你来找我，邻居都听到你大声地喊我，说我跟一个男生嘻嘻哈哈的，还是个汉子。对，他说家里面经常要发生杀羊的，而且他说我以后要准备找一个汉子。然后我姨父就很生气，然后就到处找美红出去。对不起啊，叔哥，是我很对不起你。你到这边来帮助了我很多，对我也很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感谢你。你回成都吧，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了。我也不想让别人乱说你。我没事，谁说我没关系？你走吧。你也希望我走对吗？金子啊，那以后你要开心点，没关系的。我来这里，我只是希望你能快乐，能够越来越好。我希望以后身边没有我，
你也会越来越好。你不要放弃你现在所做的事，你不要再背那些太重的东西。如果有什么事，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你在我这里永远都是很重要的。那